大家好，今天给咱做一个手工麦芽糖。下面给咱展示一下制作的过程。这是二两小麦，洗干净，泡一晚上。这个盒子下面有好多小孔，这是我自己做的。泡了一晚上的小麦，现在放在这里面。每天给上面撒两次水，就这样撒，看这水。水不能撒太多，用湿布盖上，布不能干。这是整了一个礼拜的麦芽，把它切碎。这是一斤糯米，用水把它泡一个小时。放在打浆机里面打成米糊，这是三斤水分几次打。打好的米浆倒到锅里，开中小火烧熟，一直要不停的搅动。你看剂子有点粘稠状了，现在都变成小火，慢慢熬，边熬边搅。现在这都熬熟了，关火。现在叫这温度降到65度左右，你把手放进去，稍微有点烫，这温度就刚合适。现在把麦芽放到这米糊里面，保温45度到65度，保温2个小时。凉了的话，你就加一点温度。我捋一下，现在把这再过滤一遍。就这样用手指轻轻的压下，不要太用力，要不然把那碱粉就会挤下去。过滤好的糖水倒到锅里，开大火烧开，开锅的气大泡就变成小火，你看越来越稠。这个程度就好了，稍微凉一下就倒到瓶子里面。你看这麦芽糖，这才是最纯的麦芽糖。